呢个系第一句，OK？边个想读第一句 Michael，？OK，Michael，你读先系吗？你读，你读。今日系10月21号。啱，读得好好，你读得好好。今日系10月21号，系啱，啱唔啱？系10月21号，OK，好好。OK，Jody，呢句好长，你想唔想试下？2023年10月21号系香港，唔系节日。OK，Joey 读得好好，但系有一个地方错咗，有一个地方错咗。边个知？边个知？边个地方错咗？如果你知，你举手。Michael 知，Danny 知唔知？Kenny 都知，Danny 知唔知？唔 知。头先系咪 Jody 读咗呢一句好长嘅？OK，好长，佢读得好好，读得好好，OK。但系有一个地方，一个好细嘅地方错咗，OK，有地方错咗，OK，Michael 讲佢知，OK，Michael 你觉得边度读错咗？广东。啱，你系广东话，广东系广东，Jody 唔系香港。广东啊，系系讲啊，啊，大家广东同香港系一样定系唔一样？唔一样，唔唔一同，样。唔一样，广东同香港唔一样，但唔系一广样，东唔一样。好近香港，好近，好近，OK？唔一样，Jody。香港系香港，广东系广东，佢哋系啊。唔一样，OK？系啊，唔唔一一样样，，OK？你读错咗呢度，哇，大问题 ！OK，而家我哋第三句，OK，系节日，节日明明，大家你节日明明，节日明白，，OK，节日明白，明白。明，OK，好好，OK，第三句都好长，边个想试下？哦，Danny。Danny 要试下，好好，OK，Danny 你试下。我会试下，但系，2023年10月13号，喺广东，系节日。哦，读得好好，读好好，OK，头先 Danny 读嘅都系好长嘅，OK。佢读得好好，但系，OK，大家有冇听到佢读错咗一个地方？如果你听到，你举手。哦，Michael 听到，Jody 啊，可能听到啊，唔知清楚，Candy 都听到，OK，我哋听到佢读错咗一个地方，啱唔啱？OK，系一个好细嘅地方。喺个好细嘅地方，OK，Jody，你听唔听到佢读错边度？23号，呀，唔系字，系呢度，Danny，退咗系23，之前13号，系23号，23号喺广东，OK，系唔系节日？大家10月23号。喺广东系唔系节日？系啊，系啊，系唔系10月23号喺广东系唔系节日？大家系，系系啊，唔系？系系，系啊，系 Michael 系唔明系？白，系，系 OK 系 OK 好好 OK 而家嚟啦 OK 到 Michael。唔系年年10月23号都系节日。OK，唔系奇年怪，年唔系年年，OK，唔系年年，OK，唔系都年年，哦，系
好奇怪，OK，好奇怪，OK，我哋继续，OK，Jody。但系今年10月23号系节日。啊，今年10月23号喺边度？喺边度系节日？大家喺边度？广东，广东，广东。香港一样，香港都系，香港都系，OK，台湾都系，台湾都系。都系今，哎呀，今年10月23号喺香港、喺台湾、喺广东，OK，喺中国都系节日。系一样嘅节日，OK，系一样嘅节日，OK，OK，而家啦，OK，Danny，喺广东今年10月有2个节日，好，今次冇错，今次系100% 啱，OK，OK，好好，Danny。问题好，OK，叻，好叻啊！好叻，OK，Danny，Danny，问题，Danny，OK，喺德国，喺德国，OK，啊，10月23号系唔系节日？边度？德国，德国？德国？德国明唔明我唔明，但系我唔知。？OK，好，我知，OK，所以啊，Danny 知德国喺边度，啱唔啱？德国，啱，我我知你德知国。OK，你知德国喺边度，但系你唔知喺德国10月23号系唔系节日，啱唔啱？我唔知，你唔知因？OK，为我唔系德国人。好，Danny，你觉得边个应该知？Michael，点解你觉得 Michael 应该知？因为 Michael 系德国人。所以而家你问 Michael，Michael，请问系德国10月23号系唔系节日啊？冇。冇节日。OK，Danny，Danny 喺德国，今年10月23号系唔系节日？边度？德国德国唔系。，OK，因为 Michael 讲，OK，所以大家而家我哋知，OK，而家我哋知10月23号喺德国唔系节日，OK，Danny。Danny，你而家问 Michael 喺德国10月有冇节日？Michael，请问系德国10月有冇节日啊？德国10月冇节日。哇！大家听唔听到 Michael 讲喺德国？10月冇节日，冇节日，OK，一个节日都冇，not even one，OK，一个节日都冇，冇节日，一个节日都冇，所以喺德国10月唔特别，啱唔啱，Michael？特别。冇 节日 ，OK，好，OK，Jody。OK，喺保加利亚，喺保加问 Jody，OK，Michael 讲字，唔记得。唔 记得，OK，Jody，OK，我而家问 Jody，OK，Jody 喺保加利亚，OK，今年10月23号系唔系节日？今年几时？10月23号，OK，十月10月23号，
OK， 今年十月二十三号喺保加利亚系唔系节日？Danny， 你明唔明白？唔明白？唔明白？你明白 ？OK， 你知唔知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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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知唔知 ？Jody， 你知唔知 ？OK， 十月二十三号 ，OK， 喺保加利亚系唔系节日？你知唔知？咁知道。所以你要问 Danny 啱唔啱？因为 Danny 是保加利亚人，他住在保加利亚。OK OK Jody， 你知道 OK？ 你知道你问 Danny OK？ 你问 Danny OK？ 请问啊，喺保加利亚有十月二十三号有冇节日？是保加利亚十月二十三号不是节日。OK,Jody,、你问 Danny,、在保加利亚十月有没有节日、OK,Danny,、在保加利亚十月有没有节日、不是、肯定。但是我想冇节日。哇！大家听唔听到？Danny 系保加利亚人，佢喺保加利亚出世，啱唔啱？喺保加利亚长大。OK， 佢而家住喺保加利亚，但系佢讲我唔肯定啊，我唔清楚啊。哇！你系唔系保加利亚人啊？佢唔清楚，唔肯定。佢讲，可能冇，系咪？可能冇，可能冇，可能冇。OK，OK。所以而家我哋知道，十月喺德国有冇节日？大家冇，冇，冇。OK， 喺德国十月唔特别，十月一个节日都冇。OK。而家我哋唔清楚喺保加利亚十月有冇节日，因为 Danny 都唔清楚，唔肯定。佢讲可能冇，可能有，我哋唔知道。啱唔啱？啱唔啱 ？OK，Michael，Michael，OK，、okay? 喺 Catalonia，OK，、okay? 十月二十三号系唔系节日？你知唔知道？我唔知道。你要问系咪？你要问。Jody， 十月二十三号，系唔系节日？边度？边度？边度？你问边度？Catalonia。唔系德国，唔系保加利亚。Michael， 你问边度？我好耐系不细住。所以唔记得，